我们北漂小猫今天要去打疫苗和除蚊螨啊，对，我起好它的名字了，待会儿告诉你们啊。走，咱去打疫苗。小香啊，让你拉的都是粑粑，咱先这么走啊，你先这么走。哎，他那小猫是邮来刚两天，能打疫苗吗？嗯，那得几天打啊？几天？医生说得观察七天，然后怕他刚邮过来有应激反应。那家耳螨的药卖没了，咱再去找一家宠物店买点治耳螨的药。看他这耳螨挺严重的。嗯，治耳朵的药，要不老刺挠也难受啊。来吧，小同志。真是疯累了，来找我贴贴睡觉了。哼，经过我们的认真思考，由于小家伙呢来自于信仰，为了纪念这个他诞生的地方，所以最终取名为阿信，然后艺名烟灰缸，叫哪个都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